那么还有结合很多的艺术的一些创作啊，像这我后面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名，而且非常这经典的这一些创作大师哈，他们的东西都有在这里面，所以大家也可以都去参观参观，去感染一下这种艺术的氛围。我们等一下可不可以请这个场灯关暗一点？那我也请各位把你手机的那个灯光打开，会很有氛围。来这里，我刚好像有一首歌没唱啊，很多啊，很多、啊。那我开放点歌好了。这首前奏一下去，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首歌了。关音符脱掉，好冷。